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老贤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08年热播的日本国民级沙雕电视剧《我是大哥大》第九集。话说啊，开九高校与沙雕组合的矛盾可谓是积怨已久，但是啊，开九的老大 Scar 考虑到警察的缘故，所以啊一直不让手下出手对付沙雕组合，这引起了二号人物相当猛的不满。于是啊，他让手下假装挨打，并且嫁祸是阿雕带人围攻。Scar 虽然自己是个不良少年，但是啊对阿雕却很信任。此番他听信相当猛的谣言，就对阿雕很失望也很生气，就带人呐找他复仇。阿雕自然是被一顿围殴，他提出啊与斯哥公平决斗。斯哥就提议啊双方都闭眼，并且啊戴上指环对打。阿雕作为诚实小郎君，自然是信奉承诺和规则，但是啊斯哥却不同。原来啊在他没当老大之前也曾经这么单纯，结果啊对方根本没有闭眼，导致他被打成重伤。也许啊是看到了自己当初的影子，所以啊斯哥就让阿雕也体会一下什么是 too young too simple， 只是没想到阿雕一直信守承诺，即使挨打也不睁眼。这种做法让斯哥非常敬佩，光明正大才是男子汉。其实啊从前面几集也能看出来，斯哥对当不良少年已经十分厌倦，内心深处啊始终是当初那样单纯。最终两人打了个平手，而斯哥呢更加光明磊落，直接承认了自己开始作弊，所以啊算自己输。这时候相当猛赶来坐收渔利，想要继续教训阿雕，同时还挑拨他跟大家的关系，说啊斯哥作为老大，你可相信外人也不相信自家人。斯哥一气之下就决定啊放弃当老大。相当猛自然很开心，但还是决定教训阿雕。斯哥无奈只好请求相当猛放过阿雕，后者不仅没有听他的，还将这两人呢都暴打了一顿。随后金子路过这里，在对话中才知道原来是开九高校的人。阿雕呢在女朋友面前自然是装作没事的样子。大丈夫なんですか？じゃあ今からデート行きますか？いやいや、あのそこまで大丈夫じゃないかな。在看完医生后，他们在天台讨论该怎么办。阿莎觉得呀，开九自己内讧，劝阿雕不要为了四哥冒险。李子当然也站在阿莎这边。阿雕虽然平时很沉闷，但是啊那种江湖义气却比阿莎要多得多。他有些失望，有些赌气，就说啊会自己上，不会给大家添麻烦。阿莎一听就说，哎，敲得妈的，啊，干吧嘞。顺着阿莎的手，阿雕看到相当猛带了很多人过来挑衅，老师正在沈腾，赶忙跑来。还说啊，要不是这些人喊的是沙雕组合的名字，自己啊就冲上去了，真是遗憾呀。而且由于怕影响招生，校方也就没有选择报警，这意味着这件事只能由沙雕组合解决。这个相当猛呢也没有敢闹事，只是啊提出一个要求，让这个学校的人提供300万保护费，也就是差不多19万人民币。阿莎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率先动了手，导致啊这大帮人开始在全城寻找他们。最终在阿莎的家里，面对开九的匕首，他俩被带到了废旧仓库里。大家都是学生，能做到的极限也就是拿刀吓唬对方，所以阿莎就夺过了刀，还装作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样子。我はいつでもぶっ殺す覚悟だぜ。ビビった。だよね。もっと全然ね、上の方に投げたつもりだったの。そしたらね、顔の方に飛んでちゃって、シュン、シュン、あぶね、シュンスケ君。やめろ、お前ば。回到学校，两人自然是成为对抗恶势力的英雄。然而相当猛那是相当猛，他派出街头混混冒充沙雕组合的名义去打劫，就连金子的学校也受到波及。在临走前，金子说自己相信阿雕的为人，李子补充说因为自己就是不相信阿莎。就这样他俩在大街上那是臭名远扬，两人都有点莫名其妙，直到邻居出来对他们破口大骂，他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这时候警察赶来，将这一对黄毛与尖尖头抓了起来。到了晚上，李子与父亲走在路上遇到了假冒二人组，一看就很高仿。这一对父女啊就相互配合，主要配合方式就是女儿负责打，父亲负责挨打，也都怪了他们才洗清了沙雕们的犯罪嫌疑。第二天沙雕组合一思量，向他们呢找了混混而不是自己的手下冒充，一方面是怕警察，另一方面是想引他们去开九大本营决战。这时左川冲了出来，还拿到一大笔保护费。虽然沙雕组合说啊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啊左川却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这么强。左川希望啊大家的集资可以免除危险，同时啊也保护沙雕人组。两人一听决定立刻解除危机。俗话说啊，本剧谁都可以秀，中二必须要挨揍。阿莎找了中二也上来夸他有男子气概。いきなり褒めてきました。完全に騙しに来てますよ。まあ男前といえば男前だな。接下来当然是造谣。阿莎说啊，开九那帮人到处宣扬，从而完全不受女孩子欢迎，是那种被大金鱼吃的小虾米。自己作为朋友呢，听到这种话就很不服。这次来啊是帮中二打架的。面对这种毫无破绽的谎话，精明的中二自然就信了。与此同时，左川带了钱来找相当猛，一进门呢就被开九给抢了。在校门口，几个人看到左川被打都很生气，尤其啊是中二。好了，お前さん、
南高と明さんのいざこざに巻き込まれることはねえっすよ。こんなとこ見せられたらやるしかねえだろ。阿沙的计划是啊，让中二与阿刁去正面对抗，自己呢则趁机从后面偷袭相当稳。古川一听啊，就知道这货不安好心，中二就觉得自己就喜欢正面刚。在学校里，相当稳坐在最后，前面啊是一百个悍将挡住去路。几个人虽然都很强，但是啊敌不过人多，他们没法靠近相当稳。最后离子加入也没能扭转战局，甚至是学校其他人也来了，依旧于事无补。就在阿刁还对阿斯拉抱有希望时，阿斯拉被其他人给抓住，还被打成了重伤，一时间大家都有点绝望。相当们很开心，就问是谁抓住了阿斯拉呀，手下就说他就在路边躺着呢。就这样，大家成功打败相当们，自然要回了保护费。就这样过了一周，沙雕组合就在天台想，为什么没有后续呢？这时候，古川与离子赶来，原来中二被黑社会抓住，还被打成了重伤，昏迷不醒。这群黑社会啊，自然就是开局高校的后台。可以说啊，中二组合自此才真正遇到了大问题。下一集最终章，沙雕组合与黑社会的对决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就这样，喜欢不要忘记点关注，更多影视解说与搞笑吐槽都在老邪说电影。我是金老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